哎呦我的妈！老婆，宝宝又拉了，今天都拉了好几次了，是不是消化不良啊？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？小黄和妈咪爱，咱家一直备着呢。宝宝出现便秘、肚子胀气、腹泻、消化不良等肠道问题时，都可以和它缓解，效果很不错的，去冲吧。这我就放心了。